12月4日晚举办的 MAMA 颁奖礼汇集了当红韩国团体及歌手。JYP 老板朴正英穿着小透明雨衣造型登台热舞，大胆前卫装扮引旗下男团。GOT7 成员王嘉尔露出惊呆脸。12月5日上午，朴正英在个人社交平台上晒出王嘉尔惊呆脸表情包，还留言：为什么？我又做错了什么？下午，王嘉尔回应老板朴正英的喊话，表示那个塑料袋子出场之后，我就有点惊讶不已。保证保证，不是你不是你。您表演后我有点兴奋。王嘉尔发 NS 的时候用了中文、韩语、英语三国语言翻译，嘎嘎面对老板的求生欲也是很强了，哈哈哈哈，真的是相爱相杀的老板与员工。说起王嘉尔，其实他也算得上是流量小生中的佼佼者，出道时间不长，但是却拥有了一大票粉丝，希望王嘉尔继续为大家带来好的作品吧。